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这节课的开始，我想再重点谈谈“去恶就善，朝闻夕改”这两句经文。 因为我们能不能去恶就善，能不能朝闻夕改，与我们今生能不能成就关系太密切了。结合我自己的亲身经历，谈谈以下几点感受：感受一，不知错，不认错。 不改错，这里面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。一个内容是不知错不改错，不知错必然是不改错。试想想，他都不知道错了，何谈改错呢？生活中这样的人。 我们不能说很多很多，但也确实为数不少。第二个内容是不认错、不改错。这和第一个内容既有相同之处，又有不同之处。相同之处都是不改错，不同之处。 一个是不知错，一个是不认错。后者有这样的两个特点：一个是别人给指出来了，但他不认；主要表现就是解释、狡辩。第二个特点是，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。 他能看明白，也能说明白，还能劝别人认错。可是轮到自己身上就糊涂了，怎么整也整不明白。这可能就是当局者迷吧。感受二：人的习气真的难改。 但你真的不改，西方极乐世界就真的没有你的份儿。有人这样说：“我想改，不是不想改，就是改不了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你就继续在六道里轮回吧。改，不改，改了。” 改不了，都是你自己的事儿，别人帮不上忙。感受三，是事项上改，还是从根本上改？改过是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方法是从枝叶上改，枝叶是事项。 做的事项太多，无量无边。就事论事哪些事做错了，赶紧改过来。这是在枝叶上改，不但麻烦，也改不干净。比如，有人爱管事儿，他管张三的事你告诉他。 他不管了，但他又去管李四的事儿去了。你又告诉他，他不管了，但他又去管王五的事儿去了。管事儿是照管不误，只是在换管的对象。这样在枝叶上改，想改习气难呐。 另一种方法是从根本上改，会改过的人从根本上改。根本是什么？是心地。佛在大经里讲的就是根本，最原始的根本，根本的根本。佛说我们的病根儿。 是从妄想执着而生的，妄想执着就是根本的根本。什么是妄想？起心动念就是妄想。要不打妄想太难了，绝不是自己能控制的。想佛法也是妄想。 经上明明白白教我们：真心离念，真心无念。有念就是妄想。假如真的无念，则此无念是无明。由此可知，不管是无念还是有念，都错了。 有同学可能会问：“有念不行，无念也不行，那怎样才行啊？”别急，佛有办法。佛菩萨真正慈悲，告诉我们，唯一的正念就是念阿弥陀佛。这一念不是妄念，不是妄想，不是执着。 唯独这一念是正念，除这一念之外，都不是正念。不是正念就是邪念，就是妄想执着。如何做到二六时中，一天到晚保持正念？不要把正念忘失，这就是。 不舍正念，这是我们现前必须做的功夫。这个功夫就是从根本上改过。我们讲改过修善，从根本上改；我们讲修行，从根本上修。不许心里有一个恶念。 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。遇到一切人，没有第二个念头，就是想把阿弥陀佛介绍给一切众生，希望众生和自己一样欢喜信受，这样才能报佛恩，回向积缘。 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要真的做，不是口头上说说就完了。真正做不是难事，保持自己的正念，时时刻刻把这个法门推荐给别人，介绍给别人，这就是上报四重恩。 下句三头苦。感受四。改习气要抓住重点。今生要了生死出轮回，不改习气往生无望。改习气要抓住重点。哪个习气最重？ 对你往生净土障碍最大，你先把这个难关攻下来，就像攻碉堡一样，得先把那个火力最强的攻下来，才能扫清前进的道路。比如，有人爱搞人我是非，有人嫉妒心强，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。 有的人心量小，疑心重，自己给自己套枷锁；有的人爱张扬，好显示自己，喜欢指手画脚指挥别人；有的人爱管闲事招人烦；有的人废话连篇，造口业，惹麻烦。 有的人妄念纷飞，没完没了；有的人说谎话如同家常便饭，张口就来；有的人眼睛盯着别人不放，专挑别人的毛病。这就好比乌鸦落在黑猪身上，他对猪说。 你怎么这么黑呀、啊？这是只见猪黑，不见自己黑。有的人本没有什么骄傲的资本，却盲目的骄傲自满、狂妄自大，瞧不起这个，看不上那个，最后一定把自己弄成个孤家寡人。 感受五发怒忏悔，绝不二过，这是真忏悔。我们现实的状况是，同学们能够忏悔，也能发怒忏悔。忏悔不能说不真诚，但不二过做不到，不但二过，而且三过、四过。 不过，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这样的忏悔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们都是凡夫，生活在这个纷纷扰扰的、已经乱到极处的人世间，不犯过错是不可能的。只有两种人不犯过错：一是佛。 二十四人犯过错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忏悔、不改过。请看印光大师的两段开示，既能发露忏悔，与净土法门最易相应。所谓心净，则佛土净也。 然既知非，又肯发怒忏悔，必须改过迁善。若不改过迁善，则所谓忏悔者，仍是空谈，不得实意。既知惭愧忏悔，何又依旧行履？阿。 不见减善，不见增虎。无他，心不至诚故也。唐今主于诚，岂可知而故犯？知而故犯者，以心实无决定改过迁善之诚恳故。汝自己欲为贤人。 善人，自可远离恶习。不能远离者，系其心不决定，浮游缓慢，则难免仍归旧路矣。奉持经界，如贫得宝。对于上面的两句经文，现在的同修。 可能感受不深，为什么？因为流通的经典法宝太多了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因为得到太容易了，所以没有如贫得宝的那种感觉。四五十年以前，如果有谁得到一部经典，那可真是得到宝了。 那可真是如获至宝啊！有多少人羡慕啊！所以，我们应当把经法当做世间最珍贵的宝物看待，如同穷人得到宝贝一样，如护头目般的全力保护。要有这种认识，唯独佛陀经法。 能救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永脱轮回，脱离三界，帮助我们在一生往生不退成佛。这、就是世间任何珍宝都无法相比的。我们明白了这个事实，才知道经法之宝贵。 改往修来，洗心一行。改往修来，这里的一个“改”字，告诉我们，学佛的过程是一个改造的过程，不断改造自己，不是老一套，而是要和以前的不一样。改往。 就是把以往的改掉。若还总是老一套，见解还是老一套，就没有真实的进步。修来就是未来的事，要比从前好，要光明。洗心易行，洗除心垢，君子。 改革的是心，小人改革的是外表。喜心自然就换了形了。老法师教会我们：过去所行、过失、错误太多，想法、看法、做法都错了。从今天起，都要改正过来。 对于时光，要特别珍惜。过去没有掌握住，未来我们发心是可以掌握的。要好好为未来的幸福，真实的修学。洗是洗刷的意思，把心里的许多污染都洗干净。 用什么洗？用一句阿弥陀佛。心地的污染就是罪障、业障，把它洗干净，业障就消除，罪障就消灭。从前慈云灌顶大师说的很好：六道众生，五始劫以来。 所累积的罪障，所有一切经法都没有办法铲除的，这一句佛号能除灭。这一句话很不容易说出。灌顶大师要不是彻见佛号真实功德利益，怎么可能说得出来？有的人。 念佛时间不长，往生时却那么潇洒自在，这是什么原因？这是业障消除了，业障没有消除，纵然往生，还是有病苦的。这是业障没有消除干净，这是古来祖师大德都明白的。 积功累德是一回事情，业障消除多少是另一回事情。祖师大德们说，讲经的法师积功累德多，消除业障未必能比得上在家的同修，在家同修功德。 不如法师，但消除业障往往要超过法师。大家熟悉的玄奘大师，对中国的佛教贡献多伟大。辛辛苦苦从印度把佛法传到中国来，他往生的时候生病，而且相当苦。 有人问他：“你老人家一生有这么大的功德，这样好的羞耻，为什么临终还有病苦？”他说：“我无始劫来的业障，这次都爆掉了。他的病苦，即是业障现前爆掉，没有消掉。” 在林中这一刹那爆掉。由此可知，凡是往生能无疾而终的，就是业障消了。祖师大德也有消除业障，走的很自在的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走的就很自在。 他一年前就知道，一般预知时至多在一个月、半个月前，也有在三个月前就知道。我们在《坛经》上看到，六祖是在一年前知道的，他嘱咐人到国恩寺赶紧替他办后事。 在家同修弘法的缘没有成熟，就努力消除业障。如果有缘，有机会弘法利生，也应该舍己为人。自己的业障深，但只要积功累德，临命终时有积善功德加持，顶多。 临终受些病苦，就像玄奘大师一样，业障就在此时消除。因功德力得诸佛护念，龙天保佑，魔不会来扰乱。凡夫临终时，魔会来扰乱，因为夜袭烦恼所牵。 所以，临终见到许多已过世的人，且多是妖魔鬼怪变现来诱惑的，来找麻烦的，来破坏正念的。真正消业障，就是心里这些污染都洗刷干净。念佛法门，第一殊胜。 即是心里只想阿弥陀佛，口念阿弥陀佛，身理阿弥陀佛，三业都在阿弥陀佛，业障自然就不现前，罪障也消除了。念佛决定不能打妄想，不能掺杂其他法门。 觉名妙行菩萨说：“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”希望大家时时提醒自己，这九个字是念佛的秘诀，自然感降，所愿辄得，自然得到感应，得到佛菩萨的加批。 有愿必满，有愿必满是有条件的。你得到境界，如同得到宝贝一样，改往修来，喜心一行，这才所愿者得。比如，你想得博士，又不想下功夫念书，你能当上博士吗？ 请看下面经文：佛所行处，博弈秋举，弥布蒙化，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已时，灾力不起，国风民安，兵革无用，崇德兴仁。 勿修礼让，国无盗贼，无有冤枉，强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这是一段特别重要，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、特别喜爱的一段经文。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佛法里面的。 理想的“大同世界”，这是一幅大同世界的美好蓝图，彰显了佛陀教育对于社会、对于国家、对于世界的和谐与安全有多么大的好处。这样的佛法，我们能不学吗？ 这一段经文彰显了佛的慈德无量，诸佛如来大慈大悲、无量的恩德加持给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。佛陀教育所体现太平盛世、大同之治。儒家所说的修身。 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都在这一段经文显示出来了。佛所行处，有以下三种解释可供参考。第一种解释，指佛所行旅之处，即佛所到之处。 佛走到哪里就教到哪里。他没有讲堂，他没有道场。可不可以这样说？佛是流动的讲堂，流动的道场。第二种解释是指佛陀教育、佛陀教化所在之处，也是佛教。 普遍推行达到的处所，佛陀教育是世出世间至善圆满的教育。无论在理论、方法、境界，特别是在方法上，可以说是极尽善巧。佛用最高的艺术教学法。 能令一切众生，在去佛讲经三千年后的现代同修，还能被他感化，可见他的摄受力有多强。三千年后还有这么大的力量，世间古今中外的教育教学都不能为比。 第三种解释，指佛法流通之处，佛的经论所到之处。现在我们能看的这些书，就是佛所行处。我们天天都在接受佛的教诲，佛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我们。 国义丘聚，这四个字，表佛所行之处，也就是佛讲经教学的处所，教化众生的处所。国是国家，义是乡里，丘解释成山是不对的。周礼说，四个邑。 叫做“秋。聚是大的聚落，成是乡村的聚落，没有不受教化的。化是变化，人都变化了，众生刚强难化，要不断的改和化。 学佛是一个改造的过程，大变活人。一般要变活人，要再投一次胎，那太笨了。现在就变，怎么变呢？佛陀用教学变的，迷补蒙化。佛陀所到之处。 无不蒙受佛之教化，故云迷不蒙化。既受佛化，则必感降吉祥，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已时，风调雨顺，灾厉不起，这是天时。 地利人和，所有一切灾难都不会发生。灾是天灾，利是病。现在出来好多奇奇怪怪的病。最近的一百年，地球上的灾祸太多了：火山爆发、水灾。 海啸、森林火灾等等，都在不停的发生。如果佛所行处，很多人都很信奉，不光在那里念经，而是去实践，按佛的道理端正身心，这才是真的。佛教徒只是念念经。 到时候捐点钱，这个是脾，脾不管事。要端正身心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佛所行处，国风民安，国家很丰足，人民很安乐，兵戈无用，内无盗贼。 外无侵略，武器没有用。秦始皇就把武器铸为金人十二个，这都是兵革无用。崇德兴仁，尊崇道德兴人意，兴仁义，务修礼让，要合乎情理，能互相谅解。 让一让，天下就太平了。什么地方、什么事情，都可以让一让。有一个法师买了一个坏碗，他很高兴的拿回来了。他说：“这个坏碗我若不买，他会卖给别人的。我买了一样。” 虽然是个碗，这种精神可贵。你就必须要挑这个好的，不要那个坏的，不肯让。你念了半天佛，就是要占便宜，求佛保佑现在平安，将来死了到个好地方，比别人都好，这是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。 不是佛教徒，这话是黄家老说的。老人家慈悲呀，说的都是大实话。国无盗贼，无有冤枉，居官都很怜悯，没有错案，就没有冤枉。没有冤枉这个事儿很了不起。 强不凌弱，现在的社会现象正与此相反，是以强凌弱，称霸的国家以他的军力、武力来欺凌弱国、小国；富者仗其财富来榨取贫穷；职权者。 长城欺权是鱼肉人民；为非者就是造坏事的人，则结成帮匪、黑社会。中国、外国都有，非常黑暗、残暴、迫害良善，都是靠强欺辱弱,弱小。佛所行处，有强的。 但不欺弱小，他帮助弱小的，各得其所，个个得到他的安心之所。下联老，把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已时，灾力不起，国风民安，兵革无用。 崇德兴仁，勿修礼让，国无盗贼，无有冤枉，强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这十二句话作为西方净土发愿文，实是高明之举，智慧之举。请看下面经文。 我哀汝等，甚于父母念子。我于此世作佛，以善功阿，把生死之苦，令获五德，生无为之安。这七句经文，字字真实，没有一点虚妄。 我哀汝等，甚于父母念子。我慈悲哀悯你们，胜过你们的父母。为什么这样说？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比较一下。第一，父母爱子女，只一世。 一口气不来，又到六道里轮回去了。这一世就忘掉了。佛爱众生无量劫，生生世世，不管你在哪一道，佛都跟着你，直到你成佛。第二，父母对子女的爱不平等，有的喜欢老大。 不喜欢老二，有的喜欢男孩不喜欢女孩佛对众生是平等的普爱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平等。第三，父母阿不孝，佛悯阿逆，意思是父母不喜欢那个不孝的。 讨厌他。佛对犯无逆罪的众生都不舍弃，都是一样救度的。佛知道，整个宇宙万事万物是一，不是二。一是说什么一体，都是真心变现的。佛家讲三身，法身。 应身、报身，人人都具足，只是不能现前。六道凡夫法身完全迷了，不知道自己有法身，不知道自己有报身，只知道现在这个身。现在的身是硬化身、硬身，六道凡夫。 我们并没有舍弃佛陀教育的终极目标，就是教育我们回归法身。佛陀的教育就圆满了。回归法身，就是正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菩萨证的法身不圆满，一定到成佛才究竟圆满。 佛家常讲的三身，三身是一体，都是法身变现出来的。所以从法身讲平等，法身是真心，法身是真爱，真爱里头没有情，凡夫爱里头有情，于是这个爱就变质了。 这时我们才知道，经文里这个“甚”字多么重要，甚于父母念子。我们几个人能听懂？真听懂了，我们就会像佛一样爱众生。这个爱超过六道十法界里的爱，里面的慈悲超过。 为什么用真心六道完全用妄心？四圣法界里面用真心不纯，还有妄念夹杂在心里面。唯独到正德究竟圆满报身，跟佛就一样了。现在让我们重温。 下面三句话：“阿弥陀佛是我们的亲人，阿弥陀佛是我们唯一的亲人，阿弥陀佛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。”同学们，你们有什么新的感悟吗？ 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